张议员、邱议员的主任、陈议员，还有我们李议员、江议员啊，在场。来，咱几位长带领所有的李长团队，咱在地吼，首位李长跟罗里长，听讲这边是罗里长，这边是首位啊。咱所有的这些所有乡亲是大好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 刚才区长说的很清楚啊，对于地方来讲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整治工程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。最重要就是水利工程，目的就是大家平安，希望排水有法令。那平日的时候也可以改善交通。那另外，我们的这个南里最高金国金鼻窑哈，越来越水，大家感觉环境哈，越来越水，这是咱的目标。 那我们综合不是只有这个而已啊，大家议员常常在议会最常讲的啊，都是淮阳沟环保，淮阳沟现在这两年也在做基础的改善，包括我们环保局在做的，包括我们水利局在做的，交通局在做的，几个先把基础，起码会使讲，看咱的所在较歹的所在先甲整，啊未来一步一步上，咱的淮阳沟哈，会当改善。啊另外最近当然上重要的就是经过中和水库的是交通。 交通恭喜我们啊！台湾立委都行得够，就是起码咱的这问题，我们开始面对交通黑暗期。那全台湾只要盖捷运，交通黑暗期都是知道。但是我们怎么样尽量降低它的冲击？尽量降低它的冲击。那我们现在黄藏线在做，很快的大家都知道，万大众的树林先用从连城路这边也要做，整个我们大概冲击会比较大，跟我们比不来。但是我相信大家也期待讲，几个完成。 应该完成，我相信对我们整个中和来讲是一个大发展。那另外我们的河岸，咱的新店溪的溪边哈，基本上都在改善。我相信这一波，咱经过中和地区也是咱新北市愈来愈发展，愈来愈重要，也当好所在。啊，再一次感谢咱几位工程哈，拍拼综合区公所团队啊，包括我们区长书记，真的所有团队，还有特别谢谢几位议员。 没有议员的支持哈，这些有可能嘛哈。然后这差不多7000几百，每当做，我相信对政府来讲嘛是好代志哈。啊，感谢这些李长的支持，啊，祝大家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。感恩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我们非常荣幸的朱市长哦，咱继续哦，希望我们中和大家一起来打拼。那我想今天真的很多的议员哦，都来到咱现场，要甲大家关心。我们先邀请我们新北市市议员陈景定陈议员，简单跟我们来说几句话。 刚才来给大家问一下吼，谢谢，你完就客气的吼。那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张瑞山张议员跟大家来简单问候一下？来，大姐跟大家来议员吼，来巡视我们这次的整治工程的范围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可以走。